枪声一响，为的就是想要赢。没有人喜欢输的感觉。比赛总是有输有赢，这些孩子如何看待胜负呢？为了中区而战的尊严而战，就也尽量就是赢。这也是很感谢我队友，他们会互相讨论说，人的位置要站哪里会比较可能会获胜。这是福智文教基金会在云林福智教育园区所举办的青少年冬令营，吸引了535位来自全台湾各地的青少年参加。透过课程的设计，希望让这些青春期的同学体会互助合作的真正奥义。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希望能够学习呢，怎么样彼此互相的帮助，然后呢突破一些困难，然后呢朝着呢一个目标努力的前进，就是要坚持下去，就是要那个与那个其他队友团队合作，就是说要先带人着想，那个才能找到那个失败的地方。3天的营队主轴是关公念恩，除了户外的体验活动外，这群青少年们此时此刻也收起那颗活泼好动的心，专注的聆听，认真的抄笔记，相信每位孩子一定都收获满满。你看的不一定是对的，我每次讲出来的话可能都会无意间伤到人，然后每次都以说哦，这是我说的都是对的，然后跟大家讲，然后就会大家起冲突，然后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我的错，我觉得还需要再改进。所有太阳、月亮照不到的黑暗地方，只要有灯光就可以重现光明。在法师的带领下，希望可以借由手上的烛光照亮人心，让这个世界永远温暖。期盼关公念恩这个厉害到不行的武功秘籍，每个孩子都可以牢记在心，成为未来人生道路上最坚强的靠山。